台西安西府供奉张立木千岁是地方重要的信仰之一，已经有200多年历史啊。今年册经编写册记录自2020年做旧的过程，新册将在26号在台北松山演讲发表，现场嘛有为期2礼拜的新影八巡、电影文物特展，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前往观赏。台西五条港安西府是全台有名的张立木千岁开基祖庙，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。2020年起建7条青石，因为疫情愈来愈严重，庙方是希望能延续基安护国7条大石的神威。24号开始，将要伫咧台北松山分厂举办安西大石新影八巡摄影文物特展。为推动在地弘扬这个信仰文化，旅游科技与现代所为。布展这形象，咱民族文化与现代化生活，实在多教于铁塔的内容。借鉴科技意义以及宗教带来这力量与信仰，所以从5月24到6月初7日为期2礼拜在这个松山文创园内一个空间举办。安溪大石摄影北巡影展，以基祖年基安护国7条青石摄制这个新书发表。除了展览之外，庙方嘛将要伫咧26号来发表记录宫庙宗教艺术以及建7条青石过程的金珠摄制，希望能够大家更加来熟悉安溪府。要新书发表，这份教旨就是咱安溪大石圆满完成了后，由阮林清飘主委开委员会吼所策划。聘请杨秀珍教授来做总编辑，来历时吼一年半的时间来完成这本旧志，内容非常的精彩吼，内底有咱做旧期间真啊感动人的相片，啊，佮有咱道教内底真啊足玄奇神秘的科技的祭典吼，文物吼嘛是非常的精彩吼，就是讲咱几百年吼，头要100年前吼，咱的乡大吼啊，进乡的乡大。吼、哦，啊，搁有咱做着所用古石所做诶斗顶，吼、哦，种种吼、哦，非常价值非常珍贵，即件拢有嘿，拢有甲伊整理过，啊，要共款要去台北吼，互、哦、大家会当参观。哦，网上参观时阵吼、哦，啊，大家各位好朋友也无了解吼、哦，就上阮安西府诶网上查询吼，馆、哦、顶有非常详细介绍连接。放迄种档案吼，会当入去直接去到阮网上参展。新影八巡特展自5月24号开始展览到6月7号，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做好个人防疫措施，前往参观欣赏。记者王可选采访报道。